下来请收看延迟海会。各位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啊，咱头前呢，感觉到这个新建啊、边建啊、这个社建、建初建、改建初建呢，这叫做五里树啦，五里树就是属于一种的这个建设的烦恼啊。那么这个里呢？理事的这个理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理呢，就是说我们对外面的这个境界呢，所产生起来的这个迷惑，这个梦想跟这个分别啊，这个来的时候是真紧的，真来，像一支刀真来相像，意思说真紧一来，来时真紧，那么只要咱呢这个动效，这个觉察，这个功夫啊，咱马上给它放下的时呢，那么它起的时候嘛，真紧，马上就可以消毒啦，这就是叫做离的这个意思，咱头前已经把这个见血烦恼的这个五理数，这五种呢，已经把它讲完了，就是这个新见啊、边见啊、下见。建初建、改建初建，这是属于建设的这个烦恼，这建设的烦恼呢，咱伫头前已经拢甲伊讲完啊。那现在就是要讲这个呢，思绪，这个思就是想，想思想的这个迷惑，那么这个迷惑呢，叫做五顿数啦，这个顿呢。就是真敦的这个意思啦，因为咱人的这个，呢贪嗔痴无明这烦恼习气啊，伊是慢慢的累积起来，所以这五顿数的五行，第一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啦，慢就是五慢的慢，疑就是怀疑的疑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这叫做五顿数，就是思绪的这个烦恼。那么，伊为什么这个叫做慢呢？这个、五顿数就是真慢啊！就是讲你伫过去世生生世世来，真久的这个时间呢，该累积，该呢养成起来，而无好的一个烦恼习气，这已经是累积真久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习气啦，所以你一个手要把它断除呢，是无简单的，无法度一个手就把它断除，要真慢真慢，一步一步，但要把它转识成智，把它超凡入圣，一步一步呢，在那用功夫呢，安尼把它消毒，你才有法度啊。所以呢，伊这个五顿数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习气，是你过去生生世世所累积来，也这些烦恼，而这无明习气啊。所以你一个手无法度解断，就要靠你的这个信心哦，安尼坚持哦，咱人有这个信心吗？有这个信念，有这个坚持，那么呢，一步一步呢？你给它断断断，断到尾啊呢，伊就清净心啊啦，恢复到本来清净的这个觉性，所以讲自性，本来清净，本自原相，如如不动啊，
咱的这个梦想啦，消毒咧，伊自然就会现前着咱的这个清净，而这个呢光明的这个体性啊。所以啊，咱就是爱用心，那像个水滴水微，渐盈大气啦，哦，啊，一步一步呢，迄泥浆水一滴一滴一滴滴呢，滴到尾啊呢，迄石头啊，都该滚过去啦，哦，所以呢，爱靠咱的这个恒心，哦，安尼继续呢，就是一直安尼，逐天，哦，透早做，用暗做。哦，今年做，明年做，生生世世拢是安尼修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呢，来消毒掉咱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无明这个习气呢。哦，啊，因为咱伫这日常生活中，咱一个人的这个态度非常要紧啊。态度呢，伊会变成掉咱的这个习惯，习惯就是咱的这个习气呀，啊。啊，咱这习气这养成了后呢，伊就变成着咱的个性，哦，咱的个性，咱的态度，伊呢将来就是决定着咱的这个呢，诶，这个结果，决定咱的命运，决定着咱的这个未来，哦，所以咱一切凡夫众生啊，所有的这个烦恼习气是为累积，所慢慢啊累积起来啊。那亲像讲，咱一间厝烧香啊，哦啊啊，咱呢，哦安尼，一年中间囤真侪物件，哦，啊那到过年的时阵啊，啊要上神啊，讲爱拼出来啊，哦我该拼出来呢，一大堆的这个阿杂无路用的物件呢，一大堆啦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呢，咱伫一天一天一直累积起来，一直累积起来。为咱的心口意，这三业内底所累积起来一个呢烦恼的这习气的这无明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得爱一步一步要来改断，一步一步呢一直来改放下，啊，啊，这都非常要紧啊嘞，啊，这都爱靠咱的信心啦，啊，咱的定力啊，啊，咱的这个愿力，啊，咱的发愿，啊。那这梦想十年本来就无的啊，哦，那像迄个水内底中间本来就清净，啊，平平塌塌，但是风啊一个吹来去咧，吹来的时阵呢，伊就波动啊，哦，那较大呢，伊就起泡啊，啊，啊，这个泡一个起起来了后呢，咱有看到一个水泡，哦，但是啦，一泡破去呢，就无啊，就安静变这个水。诶，这个本性啊，咱凡夫众生修行啊，咱本来是清净心，咱是佛心啊，啊，但是拄到外面的这个境界烦恼的这个恶风，一个把咱吹来了后呢，咱起心动念啊，心伫咧动念的时阵啊，那亲像这水泡就走出来啊，啊，啊，水泡扫出来的时阵啊，啊，伊一沾了后，伊就搁恢复。破去啊，消失变这个水啊，啊，那么咱的这烦恼梦想就是安尼，本来伊是无的啊，因为你境境逐境是被境界所转，伊一个中间产生着这個化学作用，所以才造出来，啊，所以咱注意知影这个道理了后呢，咱就知影讲啊，这个呢。哦，烦恼就是菩提啦，菩提就是烦恼啦，啊、哦，就是安尼，烦恼菩提不离啦，哦，就是同一个体性啦，哦，那有这个智慧去观照呢，那有啥物烦恼啊？当下呢，当就是呢，一切这显法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讲对一切法，咱都袂使起这个分别心，咱都爱善解。哦，对一切这个代志呢，咱都爱为善的去解解说哦，那么按咱啊，就比较呢，较会自在啊，较袂生出着这个烦恼心嘛。啊、哦、啊，所以你解看，哦，原来咱的佛性本来就清净的心啊。哦，啊，就这个无明，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呢，把咱白血把咱拖去啦。啊啊，所以咱即马就。爱一直听道理了后，
爱伫爱紧放下，那像讲咱的心中有一面镜，哦，这个心镜爱紧甲伊擦擦落去清气，哦，心是菩提树，心是面镜台，哦，时时勤佛持，哦，啊，你哪有真爱啊？哦，你时时在勤佛持，你都无真爱好念嘛？哦，你都清净心吗？哦，啊，所以咱都爱一直擦咱的这烦恼这个镜。因为是本来就是无的，所以会当消毒的啊！啊、哦，伊唔是讲出事就有啊！啊、哦，咱亲像咱一个人受伤啊，唔是讲你出事你都要食薰啊，唔是你出事你都要啉烧酒，你都要跋筊啊，拢唔是啊！哦，你嫖赌瘾，你本来拢袂晓啊！人之初善本善啊，咱本来真单纯、真善良啊！啊、哦，你来时阵。你都无这个歹习惯，你记住着你的清净、光明、智慧的这个觉性，而且佛性，非常清净安乐啊！啊，但是呢，你慢慢哦去染污来，你去学食薰啊，你去学跋筊、学啉烧酒、学嫖赌瘾啊，啊，你去外面学来。所以呢，伊本来自性中是无的物件，因为伊无，所以可以消灭，可以消毒，恢复到咱本来清净的这个觉性啊！啊，所以你只要了解到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你就当下就有法度给它转世成地啊！咱本来就记住这个佛性清净光明智慧的这个佛性，本来咱就有的，本来记住这个六波罗蜜啊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本来具足着这四无量心、慈悲喜舍啊，本来具足这个戒定慧啊，啊，自性无贪，自性定啊，自性就是戒啊，自性你无贪，自性戒，自性无贪，自性定，自性无痴呢，自性慧啊，啊。本来你就是清净戒定慧六波罗蜜四无量心佛性拢具足啊！啊，你本来就有诶，所以咱爱互伊现前啊！啊，本来无诶遐歹习惯，咱就爱互伊消毒啊！你叫做自性自我、自性自觉啦！啊，你若知即种诶道理啊，你若听有啊！啊！你当下呢？五食当下解脱啦！啊！啊！你啊听无就未食应劫定论啦！啊！所以咱诸位呢，唔是讲一个手你就听有着这种啊，诶，这个道理呢，你要慢慢思考啊，慢慢去思想啊。这事开始了后，啊，咱都爱听，啊，听咱都爱受用，爱去思维。将文殊修入三摩地啊！啊，文殊生慧，殊殊生慧，修殊生慧啊！文殊修入三摩地，十方菩提凡一路涅槃门啊！那客上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啦！啊，咱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如来光明智慧的这个德相，咱本来有诶，咱都爱互伊现前。本来无的，咱都要给它放下，互它消毒啊！啊，所以咱知影呢，这个烦恼习气，就是这个情形。你来看，哦，有的人啦，坐咧呢，爱脚呢，就淡些呢，安呢，淡些油，淡些毒啦，哦，安呢准就对咧，啊，这就无好诶，叫做男躲穷，女躲贱呐，啊。查甫的呐，一直踮遐转呢，这都会散架啦。啊，你呐转脚的人会三大强呢。啊，安尼男躲穷，女躲贱啊。啊，那些女人就是讲，伫迄种的哦，风化场所迄呢，伊个会去躲啦，迄脚踮遐转啦。啊，那咱现在唔是啊。哦，咱是一个三宝佛弟子，又波修又波，又个受三归五戒的人啊呢。哦，咱的威仪坐正都有这个呢，哦，有照起纲来呢。哦，有威则位，有仪则相啊。
有理则安啊，无理则为啊，啊，所以伫中国的这个礼仪内底有甲咱讲啊，礼仪三百啦，有三百位的礼仪啦，威仪三千啦，哦、啊，三千的威仪啊，三百的礼仪啦，哦、啊，这是中国的礼仪啊，内底有安尼这个记载啊。啊，咱佛法内底就是讲，行诸坐卧皆有威仪啦，啊，行得爱如风，那风安尼轻轻安尼飘，那云过过消祥，哦、啊，行如风，坐如松啦，松就是轻啊，松柏长青啦，这个呢，那像轻安尼，哦、啊，轻行如风，坐如松。这个住就是徛的时阵，那亲像一张青小相，啊，啊坐的如精啦，倒的呢亲像姜钱的姜啦，哦，行住坐卧呢，这种有的这个危机存在呢，啊，叫做行如风，住如松，坐如精，卧如姜啦，啊，有这个危机的，哦、啊。所以伫这個儒家的这思想内底呢，讲咱坐都有坐相，徛有徛相，吼、哦，啊行有行的相，倒的有倒的相。甲佛教咧讲，行住坐卧，四维其相相啊，啊、哦，你看人咧儒家咧坐吼，安尼叫做正襟危坐咧，吼、哦，爱坐互伊停，坐互伊请咧，啊椅也袂使坐甲真满咧，若甲师长啊。长辈咧讲话呢，伊也拢坐一半尔，我坐安尼停停咧，啊、哦，这就是威仪啦，哦，啊，咱一个佛的弟子啊，咱就是爱学习这个威仪，啊、哦，这威仪这习惯，你啊养成哦好呢，在咱的日常生活中看出来讲，哎哦，啊，这个人啊呢，真有气质呢。哦，规矩威仪真好呢。哦，迄人是对一个师傅啊教的呢。哦，看到安尼，互人会起欢喜心。哦，啊，搁有礼貌呢，这种非常要紧啦、啊。哦，你唔好讲啊，这小夸代志尔，唔免学教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来看，有的人啊，啊，无礼貌啊，啊，真多呢。你看这无礼貌的，你看到吼，啊、哦。啊，就会起分别啦咧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要学，就爱学标准的啦。咱要修，就爱修真的，唔通修假咧。哦，你真心发菩提心要来学佛，哦，要来发菩提心，要来求出离，啊，你就爱为基础爱打好。万丈高楼将地起啊，哦，你这大楼咧起厝，这基础一点，咱来打好伊食，打好伊知。啊！以后呢，你要起什么大楼，拢都无问题咧。啊，所以这习气非常的这个要紧哈、啊。你家看，咱来养成好的习气，养成好的习惯，哦、啊，唔好染污到这个无好的。像即嘛，现在真侪咧食毒的啊，嘛真侪呢。啊，啊好的，伊唔去学，啊，他们学一挂这歹的呢。啊。就无耻，就无智慧的啊！啊，那么你来看，伊这人生就变黑暗去啊呢！啊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啦，再回头已经是古老身啦啦，骨老身了啦，那像个骨头白骨烧伤啊嘞！啊，一时人生万劫难复啊啦，要搁做人呢，无简单啊啦，堆落去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咱呐、啊。就要把握、哦、当下把握现在，要好啊发菩提心、出离心来求无上哈，诶、哦，这个佛法啊，佛法哦，今嘛真普遍啦啊，佛法呢，今嘛呢，哦，要听真容易啦，关键是看你要做啊唔做，你要修啊唔修安尼尔啦啊，你哪要用？哦，风花翠蝶无非发这妙用啊，信手拈来，该是佛法啦。
佛法是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，叫做佛法如如万法用，真真实实是本源通啊。若能获得其中，已只在日常生活中啦。我亦不我，皆在你啦。觉亦不觉，皆在你啦。迷我一念之间啦，啊，就是安尼的道理啊，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诸位啊，咱大家一定呢，啊，爱生出庆幸的心啊，讲我已经人生难得佛法难闻，我已经得到人生啊，啊，我已经闻到佛法啦，善有难逢，我已经逢到啊，啊，哦，啊，我大项呢，都已经遐尼啊执着啊咧，我好啊来发菩提心，求出离的心，哦，安尼咧。家己爱用功啦，专凭心地用功夫啦，啊、哦，安尼咱才有法度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哦。啊，咱修行上界重要，哎，诶，关键就是讲，这烦恼是比足歹断的呢，啊、哦，所以咱爱靠咱平时就爱分析啦，啊、哦，你看伫咱的早课内底讲。大众分修虚性尽啊，实地顿巧无难事啦！啊，咱爱逐工，咱都爱分修，早课、暗课，咱爱做啊，打坐参禅、上顶拜佛啊，啊念佛，咱拢爱去做这个工课呢，袂使一步十寒啦！啊，几工啊遐虔诚啊！两三天遐虔诚，啊，一礼拜咧都懈怠啊，都无要哈，无要听，无要收啊啦，啊，安尼咧，你都无法度啊咧，啊，你的火本来你都兴甲，那兴火烧将，哎，最后你兴甲要滚起来啊咧，啊，你都甲伊停起来，啊，停起来伊就搁冷落去啊咧，啊，啊，你搁甲伊兴一阵嘛，伊搁要滚起来，你搁甲伊停起来，啊，啊，一个停咧，搁停五六天，停几礼拜呢？迄、那个水内底已经生锈啊啦，迄、那个水内底已经歹去了啦，啊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咱无够这个坚定，哈、哦，诶，这个信心啦，啊，所以咱要断咱的这烦恼习气，亲像啥物呢？啊，亲像咱过去伫这砖卡啦，哦，那民国啊、哦，差不多六十年代的时阵啊。啊，民国六十年的时阵，阮伫个迄草地时啊，哦，啊，唔是亲像讲即马拢有变数，哦，化学的拢伫内底呢，哦，啊，拢变数拢做伫个外面啊，哦，啊，内底拢爱放一卡迄茶桶啊，就是咧底尿啦，叫做尿桶呢，哦，啊，尿桶新型一站啊呢，哦，真大卡，都爱扛起呢菜园啊。浇水啊，去压菜做肥呢，回水不落外人田呢，啊，连那肥水呢都唔敢偷割掉呢，唔敢甲伊用掉呢，爱搁起来压肥啊，做肥压菜呢，哦，安尼，啊你来看压大个时阵啊，哦，伊卡尿桶都爱洗啊，爱撸啊，用迄碟啊吼，啊用啊油油啊白一白啊，淡仔撸淡仔切啦。哦，啊，七家足功夫咧，哦，啊，七家足功夫的时，佫客入来厝内底呢，嗯，啊，都无小便啊，无尿啊，啊，为甚物迄味那会咸咸，遐尼那重呢？啊，啊，你家看内底当也无水啊，啊，都佫晒甲七家真清气呢，伊遐呢，就是湿气啦，迄、那个气味啊，已经是食落伫个内底啊咧，伫个茶桶的这内底啊，伊见到着这个空气，伊就氧化出来，伊就会散发出来啊！啊，你看无的啊，干那靠鼻只鼻有尔，这就是叫做湿气啦，叫做烦恼的这个湿气啦，无形无相，伊会走出来。亲像咱人啊，无学好啊，咱的烦恼湿气呢，啊，伫不经意、无注意的情况之下呢。伊就流露出来啊咧，啊，所以咱的思想就是爱注意到这个呢，微细这个细节，哦，咱爱重视啊，啊，所以呐，从啥人哦，那咧讲看一个人呢，
有清气想无，有骨力无，啊咧扫涂骹有认真无？毋是看你即个大片的所在啦，当去看迄门后啦，看迄门后，啊看迄厝顶啊，门的迄个角头的厝顶，迄蜘蛛丝啊，有迄家蜘蛛丝无？啊门后扫有清气无？那有就是讲你即个人真细心啦，啊，啊有咧用心，啊。即个细节你有咧注意啦，啊话唔是咱咧画大字咧，迄扫帚举起安尼大大画画画安尼讲好啊咧，啊，啊眉眉角角伊做袂到咧，咱咧看是看迄眉角尔尔咧，啊，安尼即烦恼习气你若无究竟去甲伊断除甲伊净化，那么咧伊自然之中啊，咱人即个心对着。外面的梦想的境界啊，伊就显化，就流露出来啊咧，啊，啊，搁甲伊看讲，为啥物咱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皮毒啊，啊，三毒内底呢，都爱放迄樟脑丸呐、啊、樟脑丸呐、啊，啊，啊，内底放迄草丸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迄开开迄味就真重诶，啊，迄就是一个气味，一个气息，啊。啊，这就是咧代表着讲咱人的这个烦恼习气啦。咱要断这个烦恼习气呢，就要下一番的这个功夫呢，才有法去除哦，这个烦恼的这个习气哦。啊，在咱的这个佛经内底啊，讲讲哦，迄弥陀经有一个教幻菩提尊者啦，啊，伊翻译叫做牛氏啦，哦，迄食迄。咧食物件咧吼，哦啊，亲像啊牛安尼吼，安尼薄啊嘴歪咧歪咧安尼啦，啊，哦，所以这尊者呢，伊啊，为什么会安尼？啊，就是讲过去曾经呢，伊五百岁呢做牛啦，哦，啊今生今世呢，哦佛陀来出世伊嘛来呢，伊会当咧转人心啦，哦。啊，佫会当咧出家修道啦，哦，啊，伫有这个福报啊，拄到佛陀来出世，伊嘛来咧，哦，啊，这中间伊虽然认真修行，断尽着这个呢见思而歇的这烦恼啊咧，唔过啦，哦，见思而歇烦恼伊就证着阿罗汉果啊咧，但过去五百世中间都是咧做牛咧，哦。伊这个食的物件，伊这个动作的这个习惯呢，要搁滴个啦。哦，迄牛咧食物件、剥物件安尼剥安尼剥啊。哦，啊，这个、牛呢有四个胃哦。哦，第一个呢叫做瘤胃啦，瘤胃啦。哦，这叫做第一色，有四根。哈、哦，诶诶，色就对啦，诶，处啦。啊、哦，那像第一色，像伊个储藏室的对。啊、哦。哦，这叫做瘤胃，哦，啊，那么伊咧食物件的时阵咧，草啊呢，吼啊呢，嘴子一个卷来呢，甲真侪物件草啊拢甲插袂嘴下落去啊，啊，插袂嘴咧，一剥一两三个啊，了后呢，剥一个啊，伊就甲吞落去啊，吞胃第一个胃呢，去甲储藏，藏起来啦，哦。啊，藏起来的时呢，到第二个位叫做妄位啦，妄位啦，这叫做第二色、第二根就对啦。啊，第一根甲第二根呢，伊是流相通的啦，伊咧负责就是消化分流。哦，那无这个分解的时阵呢，伊就讲呢，伫这个位冰倒起来呢，到第一色，而这个流位呢，来去互伊补、互伊补啦。哦。啊，第二色伊就是淡香呢，哦，亲像讲咱人的这个胃烧伤啊，有这个胃酸啊，啊，这个胃酸呢，哦，足厉害，哦，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咱的心脏、咱的胃为啥物会烧烧、会艰苦啊？就是你胃酸遭到起来啊！啊，这胃酸是真厉害物件呢，亲像个铁啊骨头落去呢，伊就该扬起啦。那像就一种化学的物件进来啦，吼、哦，物件搁甲来骨头甲钉的物件，伊就甲伊扬起安尼，哦，啊，这种物件真烧进来。